人家四个老哥在那蹲坑，外面的点都不踩了，这么有诚意，你非要去那边？哇，纳尼？这也行？他直接过去了，要补人，确实对方还不了手，因为他有枪。哎，看到？哎呀，擦肩而过呀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想说小伙子枪法不错，可惜是个瞎子啊。Candy 有点背，确实。破几分呢？感觉这种情况下交手会比较频繁，对方打紧要了，再来一个。你看看这个伊比萨，你一个我一个，对，很有可能会两败俱伤。哎，黑猫的，这都给他跳起来了，那真的是两败俱伤。这个买点啊，太急了。说实话，妹妹绝对是打急了。你看看被反打，就是你肯定要放头撤过去。终于等到你，没想到，对吧？嗯，等来的这个人，他不是一个善茬，等的只有妹妹和花生两个。嗯。也是个海岸边，这个压力肯定得给足啊。是的， GFY 以前每次都在这个城里堵人，没想到这一把自己碰上了一个牛海比也在这堵人。嗯，哎呀， HQ 的野马哥是去拿快递了吗？这里没人吗？这种极端圈型的话，边上正好有一个翔路给你。是的，有没有想法那个空投？你看看，哎呀 DSS 真的是那个开枪，这个赌是赌了，但仿佛没赌。是的，很亏，这个真的赌得很亏，都赌了那么久了，对吧？嗯，就是沉默沉默。啊，这里悟空也是被 WCG 去往小龙脊山汇合，这把吃了，我说的。哇，悟空反杀，好顶！我现在的位置也是比较被动的，最主要是脑袋上这个坡正好被刷走了，十七线反而是处于一个高点打靶位置。对，你这些来一个就打一个嘛。嗯。现在过来的队伍都是踩在了这个十七低点这些坑里面，你看看十七兽高点先把怪兽给放到，再配合速九这个手雷，队友高点爆点稍微歪了一点，他不会就带了一颗雷下来吧？说明速九的文化，这个企业文化学的还不够深啊。我高点队友这里 FDY 确实难受啊，在这个坑里只能一直利用到这个烟雾弹， HQ 也被 CTG 给淘汰。 Fire in the hole 啊，CTG 现在是在防守靶场，侧身就是高点厕所那个位置被石器针对的太死了。确实，火梁被打下来，再打一个，还有一个 God V 刷屏，原点枪头走不远了。这边除了 4M 的枪线之外，还有天路。是的，萨塔这波枪线也是漏了。4M 现在警觉，近点有人。站位啊！嗯，天马来攻击十七的厕所了，但十七这波稍微枪械拉的挺分散的。十七兽先来一个雷，再来一个雷，是李狗子拉到侧身一个完全的背身，老六位。这一波掏手雷成帮助，但是近点的十七兽也倒了的话，天马的压力一下就小了很多。嗯、FTY 也是趁这个机会再做一些动作。林树这边想要过来扶一下队友，小五弟弟准备往这里再封一个雷，十七兽怎么被补掉了？在厕所里面，他应该是火啊，就是一直持续的火，倒地以后还有火烧到了。是的，这里已经有点来不及扶了，就要硬扶的话，恐怕小五弟弟吃了一个雷，吃了一枪，哇，一滴一丝血 ，FTY 趁机拉开啊，赶紧做事，是，打了两枪。他现在需要快速把灵树解决掉才有机会能扶李 Ghost 的。哦，被远处一枪打倒，这个信息已经拿到了。小弟弟看有没有机会能扶一下李 Ghost， 看看位置，主要侧身有、空间就很大了。是，不过从上帝视角来看啊，牛海比他集合了。是的，牛海比、啊、正在集合。主要 FM 刚才应该是正面四打四的机会，但是确实位置没有什么机会，而且现在很远。对，太远了，他就算他是不清楚这里具体的一个情况的。这里 GFI 被夹击了，嗯，靶场内部的 CDG 和靶场外面的 New Happy 啊 ，Summer 被锁在了这个厕所里面，周皮员直接拔一颗火 ，Fire in the toilet，、嗯、烧到了，烧到了，能救吗？丢烟 ，CDG 已经拉人出来了，
天巡继续往北再靠。是的 ，4M 真的可以考虑，真的可以考虑去哪里。他就算不去那个房，不着急。那这个厕所这里有个非常好的反击，这是一个很确定的消息。速九这里找到机会打了 monster， 那在山上两个队友要做事情了，是选择顶呢，还是选择汇合？啊，李哥斯要被一枪头，许生很准啊，直接一枪头，主要他那个朝向正好是面对着许生的。是的，一辆灵车驱赶对方的走位，很恐怖。这个车很恐怖，不，龙四哥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实际能做的事情也很少了。小弟弟的车也是被打转。另外一边，牛 happy 跟 4M 是在这个房区终于是遭遇了。是的，时间还是来的稍微晚了一点。确实这一片区域打下来其实它收益很大嘛。还是棋差一招，就是如果说他在上上个圈，就是其实就算不是上上个圈，就是那个牛 happy 去打 Jeff 他有这个信息的话，对，他来应该就稳了。对，但当时也说了这个情况没有什么信息，对吧？对，这边天路和 CTG 啊，从靶场这边出来以后，还是得交手。近点的话，其实，在圈内还有队伍在防守。是的，两支队伍瞬间把 FTI 给加了。王超超 ，M 四 King。哇 ，CTG 在靶场这里做了一个防守，目前已经有十个淘汰了。对，而且还有两杀没有跳出来。是的，手感非常的火热。是的。哇，又是一雷双响，十四杀。我们看到 CTG 的这个得分标已经燃烧起来了。这说明他过来清理速九了，速九在这个地方是几乎无法还手，都挡不住的呀。是的，就对方现在就 CDG 气势如虹，十五杀。他，哇，这个应援视频有。那前面这条路有点平坦啊 ，CDG 有可能会被打。哦，但是 Pero 倒了一个，他拿了个王瑟瑟拿了把 AWM， 直接把马云龙给补了。是的，双控。他很限制其他就南部队伍的一个进圈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但是人头是他自己补的 ，Aris 自己用一个手雷终结了自己。他刚刚举了一个雷从那个他应该是这个雷被烧到以后慌了没扔出去，他茫茫的走出厕所的时候，因为是他的顺爆把自己炸死了。是的，举了个菠萝出来啊。佩欧趁机全员拉开，你还对着空气一顿猛输出。哇 ，CTG 那边挡不住了呀，佩洛连倒两个。泡泡，泡泡这个赛季强势回归，真的好强势啊！是的，也过五了吗？全员过五。AZ 一看兄弟们不对劲啊，这里有怪物，直接往北部去。是的，想去掏另外一个 KRG 的屁股，我去北边拿分吧，这边打不了了。救不了了。但是木子里这个侧身马上被逮到了。换身，没有任何的失误。啊 ，AZ 还是被 B Cup 发现了。是的，过点的时候，王曹操被放倒。王曹操，还是 New Happy 这边找到的机会更好一些。没错，只剩下了泡泡。太多了吧！叫上自己的兄弟。哎，没事，补枪成功。你怎么还在残绷带呀？他残血，他没有自信。啊，恭喜 New Happy 了吗？三打一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啊！这个炸得死死的，泡泡的身位也被看到。我临死之前想看对方，甚至可以强行把车打爆。好啊，恭喜